大家好，我是 Erin。 昨天我和朋友去马六甲旅游，我们很高兴。我带行李和钱去旅游。我带钱100块。我穿高跟鞋。我们坐车去马六甲。坐车比骑脚踏车快，从宿舍到马六甲15公里。我们去现场。我服装店里面商场，我买牛仔裤和高跟鞋。牛仔裤和高跟鞋很便宜，我坐车不舒适。下期我们也想去马六甲旅游。来来，谢谢。